先天调起来，要调气，哎呀、啊，调起的时候没有，哎、欸，可以练，可是你如果要磨皮了，谁会？又学会那个调息的时候，再来运动五脏内五哦，那个加倍的成果出来。那我现在就做这个动作给大家看。好，由我们这个张震老师哦亲自示范哦，张大师要调息，你看看，你看看那腹部哦。我们即将不要做腹外。腹，你看看。他的腹部在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调息，做到有一个时间就可以做快的。我先做快的。哦，这个不容易哦，要快慢快慢。吼吼吼吼！你看看他的肚子，你看看，哇，厉害！这个他肚子可以这样跑来跑去。气，他在做。哇，张老师，你现在在生个十个没问题。还要按摩，做完还要按摩，他手上手去按摩，他手去按摩。好，我们蔡俊律、蔡副主委，他那试一手，你看看他在按摩这个呀，按对地方哦。这个心哦，这边下去。好，现在我们表演的是我们中华国剧蓝少林吴祖权协会理事长张震阳理事长，五脏内服、五脏六服养生功，吴祖权的养生功，各位看看他的肚子，你看可以伸缩自如，可以上可以下，68岁，看起来健步如飞，气色非常的红润。看看他打算从今年开始，12生肖再生12个孩子，从老鼠到猪都有。手没有力量，用这个拳头，用拳头这样。现在贵宾给那个热情掌声，可以拍拍这里，拍拍手，拍拍手，鼓掌鼓掌。张震阳理事长，张震阳宗师。我们拿麦克风的是我们蔡俊律副主委。哦，哇，他肚子可以变那么大。吸到这边，气不要吐出去，气移到那个胸部，移到胸部就好了。那个气往下压，再压下去，养生气功。呼，哦，这个厉害。好，1分钟3000多下。不能做快的，你就一个一个来，要慢慢来，不能太快。会快的，是这样。你看看，第二天早上要做的时候，记得哦，不要肚子饱。早上没有出汗的时候做，空肚最好的。下午差不多4点以后5、6点这个中间，哎，那如果晚上最少要9点到10点的中间这样，养生气功。是这样的。现场给张震老师热烈掌声，给泡泡阿姐，谢谢。